勇去世。消息突然，让人不得不惋惜，毕竟他才50岁，这个年龄在当下的平均年龄上来讲的话也还年轻，离退休还有10年。离延迟退休方案确定在65岁还有15年，但李勇干不动了，最后直接用消失于世界宣誓，再也不干了。李勇为何在生前隐瞒自己的病情而不公布呢？对此有媒体和网友认为，坑男17个月，打癌的时间可能更久，这个过程一丝风声没有走漏，之前在美国被拍到还被骂老狗就走，现在知道了，不卖惨不叫苦，不解释不搞重病消费，悄悄抗争，慢慢退去，渐渐被遗忘，一句话也没有，再来进食去世都不允许，留给世界最后的姿态是挣扎，这挺酷的，也挺让人难受的。所以大家认为李勇的沉默是一种体面，但对此娱乐圈及检委书记在肯定李勇生前相关成绩的同时，又很不客气地对着体面个屁。10月30日，宋祖德发文称李勇体面个屁，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死于美国，葬于美国，死就死了，值得全民悼念吗？在主持人里面，李勇的水平属于中等，中国很多科学家院士世事媒体和老百姓都不关注，价值观如此扭曲，国家前途在何方？宋祖德还借机称孤胆英雄催的世界越来越冷了，主流媒体集体哑火，几乎都不报道催，而往催身上泼脏水的自媒体越来越多，崔老师越来越孤独，这就是英雄的结局吗？对此你怎么看？